站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当地的留学生 Dino。大家好。在这边待了多久了？在这边待了4年了。哇，所以你很熟悉啊。还行吧。要多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他的历史哦。好，没问题。科尔多瓦呢，曾是帕利法时代的牧场。公元10世纪的时候呢，这里人口高达50万，它可是西欧最大的城市。来到科尔多瓦呢，我邀请了当地的一位华人留学生，带我来逛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。我现在就去找他喽。站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当地的留学生 Dino。大家好。在这边待了多久了？在这边待了4年了。哇，所以你很熟悉啊。还行吧。要多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讲一讲它的历史啊。西班牙南部唯一的一所犹太教堂，建于1316年。现在我们到了科尔多瓦城区里的集市，老集市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墙上挂满了美丽的鲜花，每当5月份的时候，这里就盛开鲜花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科尔多瓦大学哲学院，这里呢曾经是一位贵族的一个城堡。然后几经波折，当他去世以后呢，他把这座城堡捐赠给了医院。当时因为战争的原因，在这所医院有很多伤者还有患者都在这里治疗。然后现在是我学习的地方。这是那个科尔多瓦的印象大特产，你可以看到这全是美丽的瓷器，每家每户呢一般都把它放在阳台上面的墙上。这是一家当地有名的土豆饼，进去试一试，吃一下。